们是2019年10月份开始使用高纤清洁机器人的。现在市场上生产机器人厂家比较多，我们也选择了很多厂家去看。他们的这种生产的机器人的形态呢，大多比较笨重，比较大。高纤这种呢，做的这种外形比较小巧，灵活度又高。目前呢，这个基本上他们的工作不用人为去干预，他们会主动的识别障碍物，这个功能呢是我们感觉非常不错的，在大堂这种地面牵尘效果也是非常好的。再有室外的是一种洗地机器人，它的这个清洁频次和力度要求非常高，所以在这个机器人上面，我们也是给它设定了专有的路线，包括它的这个毛刷去清洁外围地面，能够满足清洗强度，也能够解决人员在酷暑这个环境下工作这么一个恶劣条件。魔王宁 SOHO 在2017年开始在项目上试点，后来随着效果很好，我们在 SOHO 的各个项目都推广使用。使用高纤机器人是为了节省人工，提升我们的作业效率，还有工作标准。使用的现场效果很好，因为它的清洁的效率还是很高的。我们和人工做过一个比较，清洁的效率是人工的几倍，而且从清洁效果来看，地面的清洁度比人工的状况更稳定。再一个，从客户感受来讲，也感受到很新鲜。后台可以对机器人远程管理和了解机器人的实际的状况，还是很有科技感的一款产品。我们这儿是2019年6月份的时候引入了高纤的室内洗地的机器人，大概两个型号，75是大版的，还有50是性价比更好的小版的，主要是在我们集团的红星广场和大堂在做一个使用。核心的话还是清洁效率和清洁稳定性，以及这个持续工作的能力，比如除油污的效果比单擦机就要好很多，也省人。然后从这个整个效率来说的话呢，其实也会高很多。这个高纤不但省人，而且省了传统的清洁设备，可以不间断的工作。那换句话说，整个的我们的使用成本，结合考虑产品的稳定性和续航工作时间，其实是比原来有了大幅的提升的。高纤机器人外观是比较讨喜的，白白的，比较简洁。机器人在大堂清扫的时候会吸引我们客人的关注，有人会停留和机器人做互动，蛮吸引人的。再有是给我们节约了能力，另外它有大数据的支撑，反馈给我们一些数据，给我们标什么地方做了，什么地方没有做，做到什么程度。我们现在主要是用推陈，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。高纤机器人会有一个多任务的模式，比如说下雨天，我们大堂是铺设地毯的，我们会把模式设置成雨天模式，它会自动识别，不会跑到地毯上去工作。公司近两年内引进了4台50的，1台75的机器人，目前40机器人已经在采购流程中，后期还将引进10台养护机器人。机器人我觉得使用下来都不错，它具备自动清洁，还可以自主充电，自动上下电梯，智能化程度较高，可以实现清洁数字化管理。75机器人我们运用在地下车库，它是比较适合的，机器可以有效地避开车辆。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呢，就是这机器人啊，能把简单的、重复的这个工作，同时呢标准又高的保洁员的工作啊，都能给干了。高纤的清洁机器人呢，各方面来说，你不用管它，它自己都可以去做清洁。你有什么想法，它都可以给你做到，挺好的，挺智能的。我们后边也有复购。后来啊，还是觉得高纤的这个5075不错。啊，确实把别人家的设备啊甩了几条街，